创造了另外一个团体的人，对，就是这个基督里的这个新人，是你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，吃它，喝它，然后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接着吃它喝它呢，我们就能够本于它，全身借着结合。我们的感觉是这个线上是回不去的一个趋势，半实体半线上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那时候经历过几次主日哦，都是全部都是实体在讲话。出信的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也是会安排他们的声言。不仅是实体，我们也留很多时间给线上的弟兄姊妹。那线上弟兄姊妹除了距离上不能来以外，其实有些圣徒们他们是更远的，那线上的人有还有声言。也是不受空间的限制，需要先有预备。